记大手游，那这集来讲一下。这集我应该会先把主线给弄一弄哦，请继续主线是不是？击败东城的蜘蛛，你说领东城的蜘蛛吗？我现在就不能进去，你要，所以我们先把这关破掉才可以进去，是不是？小和尚也过手游，我真的要讲交易所啊，讲到不见啊。你们家不是在冲啥？讲交易所啊，叫你讲交易所，给我讲到不见。不，我昨天之后才发现有交易所可以讲啊 ，You understand？ 哎，这边换完就赶快把它分解掉哈。下面点智力，太和盛那你就得分解哈，分解。分解，那其实这边可以连史诗一起勾了哦，因为我们刚已经连，我们刚已经跨炮下去吧，哦，我们刚已经知道什么比较好，什么比较不好了啊。今天会讲天气，交易息息的，可以聊天吗？这是什么啊？怎么聊天呢？每天讲交易所。哎，我有卖东西吗？哎，我有卖东西的观众们。哦，今天高和盛哎，啊，我刚才不小心把它卖光了。我有点恐啊。我明天交易鞋。哦，我真的好生气哦！我刚才不小心把他们都卖光了。哦，不要只会学会分解啊。这什么意思？交易鞋系统啊，武器、衣服都可以看，都可以。首饰、副手，那副手分很多种，真是非常棒。你可以看看一些线玩吗？哎呦哎呦哎呦哎！占卜师，